等一下就见真章了哦。好好好。啊，半夜拢无来练，是啊。啊？拢无来练。我不用练也强。哈哈哈！哎，他手机啊，手机要带好了。好好好。不会，手机也拿起来。不会啦，那个这样还好，不会注意。哎，车子调过了吗？调完，调完啊。他调到头前的无？安尼。会转，会转。可以啊。没错。因为油门甲椅啊拢会跳，拢会跳。好，到底了吗？还没，到底是这样。调椅子是这边吗？啊，调椅子这里哦。对。好，那安全带系起来。起码最前面的。椅子啊？对，椅子最前面的。安尼，我调动啊。哦，那变，我想说方向盘位置再近一点。安尼，安尼不要紧，安尼不要紧。哦。您今麦刚到中国的引擎 ，Lotus 的红头的，阿伯那个澳购的价值也可以，那个会议的坏掉要丢掉要当回收的。你的名字是这个 S 九，对，姓名是。因为我买一个车架到迄电动的有无？哎哎哎，啊用卡丁车架来生产模拟器。我早讲我进前拢啊，蛋掉较济，拢蛋一堆掉啊。哎呀，以后若有你就甲我讲啊，我买一个来用。啊，你这油箱我方向盘内底物件再放个油箱里，安尼出来，安尼来算。哦。来这边还有谁需要调椅子的？举个手让我们知道一下。我昨天在力宝执勤，这工作人员啥，然后他长在力宝里。哦，伊是迄个房车嘛，吼。嘿，对啊。方向盘很轻啊，这个很轻哦，稍微转一下就有了。嗯